glavnom bit će mikrofon učima ili će biti čovjek. Dobro. Pretty hard to forget. Yeah. Yeah. Okay. Thank you guys. I said that to Mitsubishi. I don't know. Did you hear? She's here. I didn't see it. She just came and said hello. Okay, no problem. That's the one with the coffee, right? If there is some question from the audience, just to approach with Mike. Okay. Okay. So, yeah. I mean, you know, I've done work in AI, and we do work in AI. And plus, I'm When I was not a kid, If it's not a good fit, I'm okay. It's really for. Oh no, it's super. I thought Mina was going to be on it. Super. Well, he said he's unable to. Yeah. Okay. He's super. Giving it to me. Yeah. Father Augusto. But. Are you ladies? I'm noticing that. I was going to say. Are you taking confessions? No. We are just discussing the outcome of what we want. So Mike, I didn't see there are also mics in here. So Mike. My microphone's here. Sure. So probably it's not important. Yeah. So they can just go there. Yeah. Part of the job. Okay. Just for you all to know,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will come up to you, and we said that everyone should have a tweet at the beginning, once we turn to you, is how do you define the responsible AI? So it should be sort of a tweet. Responsible AI. Quick answer. You don't have to bring a definition. You can say there is no definition or whatever you want. Now, okay, let's see whether we have someone over there. I mean, bring your voice. Yeah. And you can even invite them occasionally. 1, 2, 3, 1, 2. Can I talk? Oh, yes, I can talk to you. 我可以和大家发言了。好，早上好，诸位早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星期来了，就是那么早，就你们都是这么早出面。我的名字叫名字叫瓦亚，我是来自阿根廷的，而且就是阿根廷的，而且我们是来有就是塞比尔，而且就是你们当然都是有那个弗拉迪，他也是这个什么基金。
他是那个就是互联网治理学校的学术部主任。我们今天早晨也是想做出一个就是将就是应该是有非常有互动性的这么一个会议，而且就是我们也欢迎大家那么参与，而且我们在这就人权就是在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方面，就是我们是要用这些人道和人权的就是人权和伦理观念来进行研究。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我们也是继续我们是上次会议所开的讨论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有我们只有两个小时，我们在这也是有七位专家。那么我们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给我们的就是参与者我们提供了一些问题，而且就是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就是研究一下这些问题，也可能我们就是在会议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更多的新想法跟更多的 NG也能够就是这些想法也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启发，供你们与自己的政府与自己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共讨论。所以呢就是我今天早晨就是对于就是人权的应用问题，特别是就是人工智能当中的这个道德和伦理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知道就是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世界上就是最复杂的一些问题，可是就是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就是我们一直发现了就是任何发明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方面和利用方式，而且就是它对歧视偏见来说也可能是有利，而且我们是如何就是我们在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方式，我们是怎么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这是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而且我们是怎么想就是确保就是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就是使用的这些数据是可靠的可信的，而且就是数据的使用问题也是一个我们这次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就是我们的对数据保护，那么我们是怎么我们对就是这些事我们是这种大数据它是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内容的话，我们是就是可以增加就是加以透明度，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是往哪个方向顶着，我们应该就是人权和就是这些伦理框架它到底有哪些什么作用与开发人工智能呢？所以我们在这已经有就是不同的这些框架概念，就是国家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就会就是很简单的审核一下，这样的话你们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概念我们今天谈起一些什么事，而且就是这些架构和我们的发展和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到底有哪些什么关系，你们要不要就是增加一些内容，我好就是我在这有一些探讨性的一句话，而且我们在这有一非常优秀的是几位专家，我也是很简单的介绍这位，就是 Lisa Dyer 女士是那是我们是这个人工智能合伙伴关系的一个主任，非常欢迎就是 Lisa。那么我们欢迎就是 Caroline 女士，她是就是微软公司的一个技术政策部主任。那么我们下边是有我们欢迎 Sarah Keaton PhD， 她是就是那个当地的大学，就是下边我们是那个就是梵蒂冈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嘉宾，就是下边是我们那个就是主权系统的。那么 Peggy Hicks 女士是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一个主任，而且就是吉田先生也是来自日本的哈，石田先生，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就很欢迎，就是来自日本的，我们都是我们是要看去年的话，
我们去年在巴黎进行的这个会的时候，确实已经发现了，就是有一些不少的这些讨论会，就是一些结果。比如说的，就是完全可以供我们思考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假如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程序的编码的话，编码可以说是。 就是，它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伦理含义，而且就是可以说，我们也发现，就是各个地区在伦理观念、伦理道德方面，就是还是有区别，有具有特色，所以就是到底有没有一种等于是就是全球性的一种伦理概念，而且我们能不能在这有没有能够协商一种全球性的方式，就是这样的话也是需要一种指导性的、一种统一的全球性的。 指导性的方向，而且就是专业的这个伦理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也和就是比如说医生和律师，他都会有这些概念，而且就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和技术专家的共同体，他到底有没有一种这种伦理的概念？ 而且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是我们有了一些那些原则，就是我们还是得加强公平，特别是就是如何就是负有责任的使用人工智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就是人工智能，对任何人应该是有同样的就是同等地位的对待，而且就是我们如何就是解释这些计算方式。 所以就是我们能到底能不能解释某一种计算方式，它是取得了什么一个决策，而且就是在这有没有人要负责任，而且就是任何就是这种人工智能所做的这种决策是到底谁要承担责任的？所以的就是下边呢就是我们。 还是可以问，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律框架，它到底是不是足够的这种限权，或者是不是也需要一些那些其他的伦理方面的一些原则，可以与法律的原则携手，一边或者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是在法律方面必须刷，就是刷新想起一个构架，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还是就是除了那个法律的问题之外。 比如说，就是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等等，它是不是也是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定，就是定为责任的？它能不能就是这样做呢？所以就是我们在这已经有了不少倡议，所以但是我现在不说了。那么，确实在这我们已经有了几次倡议，就是我们都已经就是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就是我在这，我们可金灯早晨就是有了一个图片，那么就是这个图片可以说就是首先就是以人为本的，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人工智能，而且呢，我们就是在这是公平的人工智能，就是安全的和可靠的和保障的，具有保障的安全，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就是服务人的社会和就是服务我们全球，应该还有就是尊重人权和自由，而且它应该是有道德伦理的，而且它也对社会是一种就是公益性的东西。所以呢。 对于所有的几乎大部分的这些倡议来说，我们发现了共通点还是不少，所以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用这种示意图来显示出来，我们还是以人为本或者以人为中心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具体的想就是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它是应该就是会就是可以就是有。 有责任的，就是可以，就是，它应该是透明的，就是人工智能是个解决方案，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不要就是给人类提供更多的问题，而且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应该是便于理解，是便利于理解和解释，所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是就是机制。 这些机制我们已经有哪些什么机制？比如说我们要开发人工智能，我们这个工作队伍什么组成的？就是它需要培训工作人员要培训，而且就是人也还是控制人工智能，并不是就是像很多这些幻想片电影的。
那样好像是人工智能控制人这个是不对头，那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法规框架，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需要多少的这种法规，而且就是我们有一种跨学的对人工智能的一种就是跨学对话，而且在这我们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这种方案。 它也是就是涉及到人工智能，而且我们在这就是现有的这些倡议是否加强联系，是不是加强磋商？我们不要单独的就是办事，而且就是主权、私营权，等等。那么这个都是也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所以就是大家我们都是知道的，而且呢。 就是技术，人员的团体，而且，人工智能对社会应该是一种公益性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主要的这些概念论点，我们现在已经提供了，所以就是我现在在这做了一非常简单的结论，所以呢就是下边就是我们有三大问题，是不是？我就是一个一个都朗读。 那么第一呢，就是三个，我们第一那个Vladimir Rodinovich，我们有三个大问题，而且就是我们都会就是对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就是半个小时左右，而且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而且我们还会有那个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呢？特别是说到它的那个数据方面的这个治理。第二呢，就是人权法律手段和理论概念，就是在人工智能里边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在这有没有一些教训？我们是不是有现有的教训？而且就是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是不是从不同的组织的角度来说，和空间来说，就是我们是如何看到这个就是理论问题？那么就是伦理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第三，我们如何就是在人道的和就是人权的概念，就是如何落实在这种智能环，就是智能和就是人工智能环境当中。所以呢，我们如何就是能够确保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可以想就是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是哪些什么原则？就是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 我们也是，就是在这舞台上会进行讨论，但是就是听众，我们也欢迎听众在这参加，而且就是随时你可以或者就是举手，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而且就是我们你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发表，就是也可以发表你们的那个意见，而且就是可以打断。 因为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接近两个小时，所以我们所以就是别再冒昧的，就是好。那么现在的就是我有点事情是想问一下，我们也是就是我们昨天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对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来说是谁负责任？就是这是一个分布的责任，一个分布式的责任。不过谁就是到什么程度负责任呢？ 我们就是在这可以就是，假如你们是有智能手机的话，你们就 www.menti.com， 那么就是就 27 2900 的这个就是密码，就是这个密码就可以打入就是这个，而且我们会，你们现在就可以输入你们的这个评估，而且我们以后还会看到是什么结果，而且就是，那么。 那么应该是就是一个就是新的国的，新的国的，就是新的国的一种就是负责任的对于人工智能的负责任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我们在这可以说你是怎么做好这个就是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的定义呢？ 好，那么就是我们先从左边，就是从日本嘉宾开始。好，非常感谢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个人来说，就是这种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
是它的设计特点或者设计基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而设计的。我们这种讨论也已经是就人工智能发展的这种讨论开发的，就是大约是3年前开始讨论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在国际的论坛上进行了讨论，而且呢。 我们大家都是知道，而且就是大家所承认到的是，我们在就是发展组织，就是在 OECD 等等，就是有过这方面的讨论，而且就是我们的就是在开头的时候的图片上，我们已经看到，就是政府间已经。 或者就是已经有共识，这次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应该是有一些原则呢，就是它的，比如说它的透明度，就是可靠性等等，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在这需要数据的透明性，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在这还是至少有一定的这种共识，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共识，所以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 它的问题也是如何我们能够实施刚才这些主要的原则或者主导性的原则，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这我们都是要问我们到底落实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些原则，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建议，而且我们还是说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好。 好，那么就是我还是就是就看 trust 就信任，我还是看到就是信任是就是你有依赖的，就是你是能够依赖，它是老师交代的，而且就是你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的，而且就是我们的对人工智能来说，你会发现它有大量的就是大数据，它的那个就是实现方式等等，这都是就是要问这些问题，而且这个。 这种可以就是依赖，就是能够可依赖的或者信得过的这个人工智能，它应该就是也要负责和就是服从这种理论理的这个原则，但是它绝对别忽视社会的就是后果。好，这个我非常喜欢，就是你说的很好，就是这种老师的态度和就是真实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 那么谢谢。那么谢谢。对我来说，负有责任的人工智能是什么呢？是一种就是它在这可以说是融合两种概念，一个是人工智能，所以就是人工智能它完全是一种技术和工程学的，而且就是我们说到智能，它是人导的，就是人方面的一个概念，而且它是学习和决策是有关的。 因为呢，就是我们学会如何，我们是学会怎么采取决，就是采取决策。我们绝对不定是方法论或者计算方式论来学会的。我们也是以人为本，学会如何做出准确的决策。所以我们在这要融合两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和技术的方面。因为呢，就是我们人他还是一个社会动物。 所以呢，就是我们一个不负责任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它光考虑到技术和技术的，就是能力和潜力，但是它还是忽视人的，一个是人的，就是这个价值观，而且就是我们对一些最基础的社会。 概念，比如说我们是如何是合作的，我们的医，我们是如何就是负责我们的健康，所以呢，就是我因为我是牧师，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就是我们祈祷的话，那么就是，那么大家都是为了健康而祈祷的，那么所以就是，人工智能它要被为了健康而祈祷嘛，就是说不准。 所以呢，就是人和人之间也会有，就是也会有这种冲突，而且冲突当中还是会说道德。可是人工智能它发生冲突的话，它不可能讲道德。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这种道德观念是极为重要的。所以，从我就是我们从数据的这个治理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帮助这些，一个是这些开发者公司和用户，就是发展这么一条道路。好，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内容。
那么也是我会选了这个哲学型的一个道路。当然我是代表这个艺术界，但是我还是要选这个哲学的那个看法的调度。如果你想定义父子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要确定公平是什么，你先要定义不公平是什么，然后你就选那个相反的概念呢，就是公平了。如果你要在你的问题的那个上问之中要确定什么是负责呢，人工智能是什么，你要先确定一些人类的一些人体的一些性能在那个 AI 的上问之中。他们是一直是那个 AI 的一个自动的做出决策的系统的这个项目，所以如果一方就是制定这些算法和如果你就会说就是这个 AI 让我做一个事情，这是不负责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的那个对，我们要如何这里的对话，我们是怎么设法，如果我们是怎么制定我们的那个原则，所以人工智能这是一种人工的一个作品，这是一个我们设计的一个设定。如果我们觉得是超越这种我们的这个设计，如果你说是什么机械人就是有没有我们的那个智力的功能和能力，你应该来确定什么是负责，什么为负责任的一个态度。谢谢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一个哲学的看法。所以你认为就是有负责性的那个 AI 就是依赖具有责任的人的设计。我也想做这种哲学的道，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是以一个热情的态度，用同感的态度就来从事 AI 的那些事情。所以你要同感，就是为了 AI 的使用事业的人，为了就是不参与相关的讨论的那些人，就是如果设计的决策是不到位的话，你就是要为这种受影响的人有一种同情感。我认为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用 Twitter。我想说对我来说具有责任的 AI 是我奶奶能了解，我老师能给我解释，和我不怕让我孩子使用，所以是应该是可理解的、可靠的和我能说什么别人还没说的事情。我觉得有责任的 AI 是带一个就是将人为中心的技术，我认为是很有趣，就是人工的概念是强调不太好一个，因为我们觉得人工一直是来跟人本就，我们觉得是 AI 是一个电脑型的一个技术，如何能让这个技术发挥全能的作用，和我们在微软的是我们是2000今年都是开始来研究这个，我们觉得是应该来
设计一个技术，就是有可考的，有可信行度的。所以、我们就不将那个电脑性的一种智能加入广泛的应用。有一个还没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用那个 AI 做一些良好的事情。我们一直是比较强调他们的那个危险和坏处，所以我们在软文的是微软就是把 AI 就看他怎么可以做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主要的部分，AI 怎么可以表现的做一些达到一些良好的目标。我看到我们认为就是 AI 有一个有责任的 AI 是一个我们要想加入我们自己的家庭的一种 AI， 是不是这样呢？我也是做一些记录我们的那个参与者就是发言的时候有诚实，有包容性，有公平，有透明，有文字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这些概念，不是技术本身的一些概念，而且是人对技术的看法和态度的这样的表现。所以，我们好像都是比较关注，就是人对 AI 的态度，人对 AI 的怎么如何合作。要不要看我们的社观众有一些问题哈、我们也想听大家的意见。你们认为就是具有责任感的一个 AI 是什么？我们也有远程的参与者。June 的是来帮助我们积累一下这些他们的意见。听。那话筒，然后听自我介绍，所以我们就是做记录的人呢，知道你是谁。大家早上好，我叫 Deborah， 来自意大利。我是一个人权钓鱼的一个钓人。我感到很吃惊，你们就推出了一些 AI 的定义，有些人就。比如说强调诚信性、可靠性，但是没有人提到是人权的定义应该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中，我们应该注重人权，但是我们忘记是，我们就忘记了是人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概念，他们是互相有互相的依赖性，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都说技术就是人权部队的是所需的那个关注，人工AI 是人做的，所以我们可以调它，我们就是把数据喂给它和。所以为什么 AI 不能介绍还是强调人权的注重，我们应该能把这些概念也能输入到这个 AI 的系统。我们是在那个我们那个青年委员会，我们就是也积累一些年轻的一些有广泛技术知识的年轻人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具有权威的人、有经济的权威势力的人，让他们投资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讨论这些事情，人家就认为是很难做的，但是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可以积累一些专家，提供一些融资，然后应该能推进这种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就是对我们所有的那个社区，所有我们的人，就是，有影响的。这是我想说的。他开玩笑的说，我们就不要提到
融资，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谈到融资是比较复杂一个主题，我们可能有500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个主题的人权的原则。就是去年呢，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这个是一直是暴露在那个人权的这种紧张的这个态度。谢谢，我就是来自联合国的人权的办公室，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赞同我们的这些看法就很好。当然是大家就是讨论人道和人权，这是一个热烈的争论，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发言那个 Deborah 是说的很对，人道和人权都是应该加入我们这个讨论。人道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该做什么。人权只是全球性的一个概念，我们能做什么，什么就是不允许做什么。所以要一个很好的图片，就说我们所有的围绕 AI 的那个人权和人道的原则，他们这么是互相依赖，这么就是支撑一个网络。所以我们说那个人道和人权，我们也去谈那些规则和法规。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人权作为一个论人道的一个基础和出发点，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从这个出发点，就是来讨论我们如何在日常运营中就是保护人权。我觉得我们一直是谈说人权和 AI 和人道和 AI， 但是我们还要谈一些什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UH和 Caroline， 你们要不要是从一个商业和从一个经济的角度来谈这个，因为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谢谢给我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谈，我们了解应该有一种大家能接受通用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人权人道的基础，这些应该影响那个 AI 的发展。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这些方面也是有文化和这个历史的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国情和背景，所以我们是从一个我们的标准应该是偏比较高的，我们只是从这个比较高度的那个角度来谈人道和人权，我们还是应该达到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一个人权和人道的一个种定义啊。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论详细，我们一直是要面临一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和争议，所以我无法就是这里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如何就是鼓励相关的投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很多问题就存在如果我们开始谈人道和人权的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看AI 能带什么潜在和好处和优点。对啊，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看法是要确保每个人有所需的能力和职能，就是参与这个新的生态系统。所以教育和训练培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我们一直是从就是小学的那个基础教育要来开始我要培养分析性的思维方式，还有一种缓解决问题的态度，还有一种通感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是一直是那个全手培训和教育和学习，全程学习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看技术和作为技术基础的数据都可以调给人家，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数据提供给专家进行研究。另一个方面，我们也是跟世界的这个世界组织就合作。我们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在软文微软也是做一些什么学术的研究，我们也研究一些经济方面的数据，就是看就是能力开发和移民就是带什么优势和机会。我们是看怎么进一步就是共享数据，但是这个也面临一些问题，很多机关和组织就不知道如何共享数据，允许贡献哪些数据，数据保护的问题，所以数据这里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这个要看一个更全面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要回到那个人的那个责任。好，谢谢。谢谢您把这个议题来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分享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所面临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的数据问题。事实上它已经是完全是被一些大的公司所控制了。那么我们如果说到这个不同的这种所有的这些，我们变成了一个数据的主人和数据的奴隶了。我们如果是不说这，我们说到数据的问题，那么肯定我们要就谈到这个道德的问题。很多的这些企业，很多的公司，他们这个去经常要求，不是说这个是如何去分享，或者是说怎样去分享，但是我们要提到的问题就是说，人工智能是不是说只对那些有权利的人，那些自己这个有特权的人的才是有好处的？当然你的问题是说到这个经济问题的，那么说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它是一个对整个的世界起到了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而且是变化了我们的整个的劳工市场。那么工作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做工不是说为了完全是为了赚钱这个生活，是的，但是我们人事实上在工作中也是不断的发展自己。如果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对很多的这个大的公司它是替代了人工，那么谁来付这个人工的这份人怎么能够他们还给他们付出钱呢？这是一个很重的问题。这个不是说这个想分享是如何分享的问题，而是说所有的这些数据带来的这种好处，只是对某一些少数人带来了利益。那么说，如果整个的这个变形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花费能够分配下来呢？是这样，就是说这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是展开了更多的问题了那么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有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后续的问题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么有这么些这些一系列的这种方案吧，就是要平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教育。那么如果说这个发展中的这些国家世界如何真的进行一个整个分享或者说一个使用的这么一个发展，所有的人我们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技术发展的
的这些好处。那么从这个整个这发展世界的经济状态是这样的，有一种很成急迫的这么一种状况，使得这种一方面就是说把这些技术呢，把它这个放到一边里，就是说它真的好处不是说真正到个人那地方去的。那你可以说一下这个问题吗？是的。我想就是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培训这上，我就是说这个培训的方面也包括了一个可容包括性包容性的，那么是看到美国非洲最情况的话啊，作为人工智能这方面整个的这种培训的过程中，其中也包括了这些男女平等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草根层看一下，我们先不说这些大学层次了啊，那么事实上，那么当然就是说，它是大学里，它事实上是有这个更多的这个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学电脑啊、学工程这方面，这个妇女平等的确就体现出来了。只有那么两三个这种中国女性的学生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方面在教育方面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包容性？是的，你看我们这个台上今天是反而有这个男女平等的状态啊，好，我觉得就是说会迅速的回答一下，对，对不起啊，我就说这么反映一下啊，是的，这个地区不一样，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问题，我老跟我妈说这件事，有一次我们有问题的时候，那么说就是说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正确的，那么他总是说我这个地区你的地区你说或者说你真正的是对谁来讲而言的，还是南美还讲在非洲还讲，还是说是一个亚洲的一些地方呢，事实上呢我们就是说把这个人把它分配的这种位置啊，说人工智能如果把人的这种平均的分配的这种技能上的平均的分配，比如或者说这个通过人工智能比如说在贫穷国家学习语言的这种帮助，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啊，那么如果是说这个所谓的这种分置配置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的确很重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在贫穷国家那么是非常重要的，使得这在这收入方面的平等，那么如果是这些富裕国家他们有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计划给这些不去进行发展的帮助啊，这是一个崭新的技术，这个陕西就是不是真的是给了你了啊，结果是这个政府把它用来这控制人民吗？真的政府本身是他们这个在有些国家他们是喜欢这种的方式方法用技术来控制人民的。是我有点问题突然想到了啊，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听众也有这个提问啊，大家早上好，我们的确是有问题，我们是这个在南非的约翰斯坦堡来的啊，那么在这个数据本身的这种使用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收集这个大的企业收集这些数据这个方面的问题，它是不是作为一种它的用途啊，这个情况下它是如何是进行的？我们就是刚才说了嘛，就是谁究竟要去负责，我们说到了这个大部分人认为是政府应该负责的，那么这个地方好 Lisa Samina 你们啊 Lisa 啊，我觉得就说我们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问题的是说到这个政治和经济政策和经济的问题，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啊，也所有的这些专业的这种知识啊，事实上是真的传达到真正使用者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些比较智慧的事情，无论是这个人工智能啊，还是说这个我们的使用方面，肯定是有赢家也有这个输的人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创造一个整个的一个场景，使得所有的人都享有一个机会。我们刚才说到了男女平等的情况，我们说到这个 inclusion， 就真的是把这个所有的
这些放在这儿。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像这个秘书长提到的这种状况啊，这种真正的这种多样化，同时也是包容的，包容所这个事实上我没有实现呢，无论是这个南美洲也好，无论是非洲也好，好多地下我没有把它放进去，所以说我们必须呢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问题是使得大家进入。事实上呢这个他对话也是很难的，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要去但是我们想知道的还是说能够实现这种真正的包括包容。我这个想回答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事实上是我就很快的回答一下。我觉得就是这确认一下啊，我这边我不是说什么都知道的，但是说的就是说关于呢人权的问题，关于道德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对话，事实上我们是经常的进行的。那么就是说当然了，可能我自己也不是说这个这方面做的东西不是很多了。我觉得吧，我们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标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概念，我们所有的这关于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些原则啊，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支柱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人权的这种基本的原则，我们大家都是能够共识的，无论是政府啊还是联合国的旗帜下啊，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不是说这个可以去替代人的，不也不是说他说一定是以人为中心，但是我们强调它是必须要符合人权的基本原则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也是关于人权的，那么所以说这些政治上的机构还有，那么就是说我们一再强调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机构，我们需要一个透明度，我们需要一个真的可靠性。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是我们的基础是一个整个的它一个作为一个平台的这么一个作用。像这个 UNGP 它已经不断的在这个所有的对话里面提到了这个我们一系列的这种道德的指南方向。那么我们的这个对政府的建议，第一个我们建议的第一节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是建立在这个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这个基础上的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承诺那么 NGP 事实上它已经是我们一个指导方针了。那么我们在建设人工智能的所有的这种构架，所有的这种结构的话，那么都是有这个基础上，无论是任何一个社团，我们都有一个这么一个道德的这么一个那么当然了，你一个每个社团要看到你们自己的这个为他们服务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权那使得要使得大家呢这个参与者能够享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普世的这么一个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我们无论是我们这个欧盟委员会，还是说这个经合组织，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最高层的这建议中都是同一个原则的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很就是为了实现2030年的这种这个目标的话，我们事实上呢我们的原则已经是非常好了，就非常棒了但问题就是我们把它要实施起来，但是就是说把它要推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群中去。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的秘书长好像秘书长是昨天说过吧他说只有在南美洲有2%的这种妇女的有这种手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一个妇女的话，她这个想这个做一点是自己的这个小事的话，做一点这种业务的话，那么她根本就不能够有这么切入口，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说我这地方我们就要推动所有的这个外交的途径推动这个政府，使他们把这方面真的是让这件事情能够把它给改变了，把它那个把这做了，把做起这件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说刚才说什么
我们事实上已经有了好多原则了，我们这个如何去做的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什么，或者是这些东西。是的，我也是回到这个最初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做的一系列的这种原则，是的，那么当然了，就说你也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经济层面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那么我觉得不是说这个融资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是我们事实上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融资的很多情况下是不支持我们做出的这些原则的，所以这点我们必须要得改变。所有的这些公司企业啊，他们是必须进行这些，比如这个人权的这种可行性的这种检查，他们必须。事实上呢，我们呢就做这些工作也是帮助他们在这个市场上建立自己的形象。那么这个像这个我联合国的所有这些原则必须要把它真正的给带到他们的行动中去，那么所有的业务，所有的企业的这种经营啊，那么必须来按照这些原则。那么当然原则就是遵守人权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则啊，我们可能知会还会说的。那么作为人权作为一个这基本的原则，我们必须是做一个真正的一个不可变的这么一个基础啊，是的，啊好，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是什么东西要变到是如何去做这个主题了，这个Olga说之前，我先问一下啊。这个是你可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上网，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把以前提的问题也可以发表意见，现在好像有一个沉默的瞬间啊，是的，我们的专家事实上也有问题嘛，事实上我们有好多的问题，这次开始的时候有好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呢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得到一个解决，那么现在我们想请问一下这个Peggy，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这些所有的原则变成事实呢，得以实施呢，所有的这些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啊能够把它带到这个实际行动里去。那么现在我们现在是想问提问吗，还是想怎么样？好，还没好。那么就说我们作为这个人权的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的，这是另外呢，在这个所有这个数据治理方面的这种责任啊，在我们这个说到人有我们是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框架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于所有的这些人权的原则？目前我们所已经有的这些人权的原则，我们如何来把它进行一种实施？他们能够把它用于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议题？或者说这个人工议题的情况，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不同的这种参与者，把他们这个通过这个原则上带到这个我们面临的这个新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局面来。那么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工智能，所有的机器学习，机器学习的这个是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议题吧，讨论的问题吧，那谁想把它给谁想说一下这件事儿？那么你现在就是对现有的这个人权框架呢，有哪些什么愿景？你可以就是按照照常开始利用，或者是不是我们现在还要进行更多的讨论？我非常高兴你提了这个问题，因为呢，我确实在这经常发现，就是很多人都在探讨这些事，而且觉得我们的这些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新的，好像是都是聊不到的。我们都是回顾到1948年的时候的人权宣言的时候，我们都还得问这到底是不是还足够的。而且我们有一个足够的框架，完全可以说我们确实根本还不知道就是它的缺点是在哪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利用的一个框架。只有我们发现真正我们在要做一些发展工作的话，我们先可以探讨缺点是在哪儿，以后才决定我们是如何继续下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接近70年的经验，我们对于这种私营权、人的尊严的概念，我们都有的，而且我们已经可以很方便的依靠这些原则，答复很多和人就是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些问题。在这也是涉及到国家，也是涉及到公司和企业，他们是怎么答复这些问题。而且就是有不少公司，他们已经都说我们意识得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都还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工作项目，比如说联合国的这些原则，在任何部门当中可以利用。我们都是有一个做，比如说我们做这种有关人权的尽职调查。我们是做就是应用性技术的这种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都是可以，我们这一个负有责任的企业，它会有哪些什么行为？那么就是对很多这些就是共识是什么定义，贡献是什么定义等等，所以这些事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务实的这种情景出发。确实就是我们完全在现有的概念当中可以发现我们所需要的答复，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可能就是共同做一些探讨性的工作。看起来听你的说话，那么好像这个框架已经是有的，而且就是有不少公司它是愿意携手合作，而且也是愿意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不过政府和就是其他的机关和组织想梵蒂冈怎么样，是怎么看，因为就是也可能你们有这种技术或者没有这种技术，不过你们是不是就是做开发软件的话，你们会想起就是设计就要充分考虑到人权吗？不过就是政府有那些这些有关那些法规吗？好，非常感谢。我也还是想再补充一下这个说明，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权，这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也是一个很需要的基础。可是我们并不是很完善的利用之，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是一个新兴的技术，我们完全就是开辟一些新的这些天地，所以就是它，就是比如说对民主的投票方式来说，它还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完全在这需要这种伦理方和道德方面的指导。而且我们最近在欧盟之内发现了这么一件事，就有的公司代表说就是好要就是影响这么一些法规，那么对于人工智能将法规是不可能的，这是相对海洋将法规一样的一个，所以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可是我们还是在这做一些工作，我们为什么还是一直集中在就是说数据？因为这个人工智能都是就是依靠数据，但是数据一律是属于过去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硅谷的那些开发人员，大部分就80%的人员是男性，是白肤的，所以呢白皮肤的，所以呢就是我还就是在这我们会有不少偏见，所以就是数据一直是描写过去的，可是我们是怎么看未来呢？所以就是这些数据都是属于未来，就是过去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说以人为中心，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人类就是作为一个团体来说，我们都是现在技术都是说什么生态环境，可是就是生态环境它是涉及到我们真正的生活，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在这就是在一个真正的世界当中，我们人生的世界当中，我们一直会有就是不同意见的冲突，所以呢我们在这如何可以发现一些能够给我们提供指导的这些伦理原则呢？
也是可以创造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能够提供公平，这个都是我们面临的大的任务。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是看到未来，一个也是看到权力，因为谁能够成功的开发这种新型的人工智能，他手里会有很大的权力，而且我们要确保这个权力要就是要给社会的就是利用。然后非常感谢，我也是就是从政府的角度补充一句话，是我有这么一个感受，我们在开始谈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策就是潜力，就是它会有的三大影响力。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就是给社会提供和经济会提供三大就是影响，而且这个并不是限制到单独的国家，事实上是给全世界的一种影响。那么我们在这当然就是要利就是最佳利用我们的这个技术，而且我们要看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正面的负面就是比较正面的一方面。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一直在讨论的一个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一些意向，而且就是并不是它的那个法规和政策环境。所以我们要说讨论就是我们是想启动这种讨论。但是就是我们连比如说在七国峰会的范围之内，我们已经初步的一种有一些接触和交流，可是虽然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我们也非常注意到就是私营部门和社会是有哪些什么说法，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和所有的这些影响团体沟通，那么我们也可以取得大家和各方的意见。那就是我们在七国峰会的范围之内开始，一旦开始讨论这个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得到了各个成员国的承诺、企业的承诺、学术界的承诺、社会的承诺、各界人士的承诺，而且我们还就是赞成，而且我们也是想在这种讨论当中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地理，从地理的角度来说比较全面的覆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讨论我们的就是最佳的一些方式和方案。所以呢，就是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感受。好，我还是想建议就是或者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那么就是那么现在有几位先生好，你能够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好，首先我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们是有机会在这可以进行这么一个讨论会，而且我还是认为我们要成立一种很特殊的标准的，就是社会责任的一方面的一系列的标准。我们也可以把它称呼就是人工智能的这种就是企业责任，或者就是这种企业责任概念。那我非常明显的是就是明确的相信我们的就是各个传统就是我们这个公共体在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呢就是我们也是需要这种建设信任的措施，而且呢就是一种多边的影响就是利益相关团体的这种概念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所以对于人工智能就是这些公司来说，我们应该就是要求他们负责任的办事。谢谢。好，非常感谢
所以呢，就是这个确实就是在这我觉得您用的这些术语，特别是就是建设新用的这些词汇，用的很不错，很恰当，非常感谢。好，诸位就是发言者，我对你们的非常就是精彩的，我是来自 Costa Rica 的政府代表，所以就是我的自然的就是我的问题是。我们在 Costa Rica 就是在这些武器系统当中是做这种新型技术发展的一个就是研究小组的成员，所以在这也是直接涉及到我们的这种人权的这个框架，所以人权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权框架。但是我们还一直不能够完全合规我们这个框架，无论是工业企业也好，可是很多我们也还是从这个利益相关者团体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要加强这种人权的问题。可是我们要更进一步开发技术的话，我们会涉及到一些致命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是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操作的，就是一个武器系统，它完全会瞄准和针对和命中一个人，所以这个肯定是致命的决策。所以在这，我们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就是要决，我们应该要是判断我们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有非常多的问题，确实想多就是做一些工作。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就是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而且呢，我们如何就是连接起来今天的这些论点，而且呢，我们也已经取得了一些那些建议。好，那么我们有个远程的，就是。好，你刚刚也是举手了，所以你也可以。好，就是简单的，就麻烦你简单的说一下。非常不好意思，这个是来自慕尼黑的。那么我们在这，我们说到就是所谓的红线、红底线，就是我们一直有一些差别。比如说，就是欧盟委员会，它在伦理道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限制。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么这些标准就不可能就是可以说就是不可是妥协的，无论是任何企业，就是这些就是这种指导项目，就是有50家，就是50几家专家来开发的和研制的，就是可是可惜的是，就是我们在这只有4个专家才是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专家，还有10个组织，他是说做负责这种消费者保护工作和，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也可以那么。那么好，我们还是有两位先生，就是好，非常感谢。我还是简单的，我是来自加拿大的 Neutra， 我也是就是私营部门的代表。我想问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或者我们能够导致企业，因为就是这些企业它提供资金。那么公司他一直想提高他的那个股东的价值，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也有国内国际的这个合规问题，所以我们还说到伦理，我们说人的尊严和人权。那么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可以导致企业符合这些标准呢？好，非常感谢。我的名字叫卡玛，我是来自印度的，我有2个具体的问题。那么就是针对联合国代表提的问题。那么我们是知道，就是印度的代表是受邀请的，就是也是得到有关人权的这个信息。
可是我们并无法就是参加这些讨论。我们2012、2013、2015年的时候，我们我就是直接向联合国写了信，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得到答复。那么我们和谁可以取得联系？一边印度的这些公司和印度的能够组织，能够就是在联合国的这个正式的场所上表达这些事，我们的就是这个机会目前是等于零，而且我们在联合国也好，我们的印度政府也好，好像没有个人是觉得是要负责的。所以就是目前这些情况，这些发展对印度老百姓来说都没有帮助。所以我们想了解，我们到底可以和谁取得联系，我们如何可以参加联合国的这些有关的讨论会。非常感谢，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而且就还是回到您这里，确实呢，那么就是我们都是在讨论这些规则，确实我们刚刚听到了，就是我们听到了一些那些评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连在联合国范围之内进行这些讨论，也会有遇到一些偏见。好，那么假如你们就不了解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协会，就是这种协会呢，就是我们在这有100多个成员，那么60个成员是来自民间社会的，还有就是几个就是其他的是这个学术机构和企业。我们在这也还是有以这种多边的方式，我们来讨论就是我们今天所涉及到的这些问题，而且就是有一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一个关键词是透明，因为就是你一说是能够透明约好的话，特别是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术机构、我们的机关，讲到和做到透明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用户能够更好的了解有哪些什么事，也是就是很多用户就可以理解这种系统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要求，而且也是就是可以说可以加强这种责任性。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也有一种程序，就是我们在这也有一种公开就是公开开放的一种评论的平台。可是呢，就是我们对于无论是就是IBM 或者微软来说，我们都是用这些数据训练这些模式和模型。所以就是一旦说到就是我们是有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就是将来就是我们也可以像这种表贴，就是对食品的表贴一样的说，好，这种产品它是有合理的这种数据，或者这个是没有依靠就是合理的数据，所以我是愿意或者不愿意利用它。所以呢，在这我们这些组织和企业他们都是非常愿意提高透明度，而且我们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当中，我们有非常热情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是想推广这些工作，一边能够在人工智能这种产业当中提高透明度，而且我们终于就是这样就可以互相就是负责任的办事。那么我们我们都非常集中的就是确保我们可以就是落实这些原则。好，非常感谢，我等会就还会回到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那个框架，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用的说是没有设定的限制，而且是设定范围内通用的，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在这个整个 AI 生态系统，不好对不起，我在用这个生态这个概念，都有所有的行为者应该适用的，
不是大型的艺术节，是中小节，是新兴节，他们会推动这个经济价值和会推动他们那个健康和是可持续的发展。他们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可实施的一个一些原则和框架。我们回顾看一下，我们那个AI 合伙了人的这个模式，应该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断的对话，如何能确保我们可以让这个AI 发挥所有的功能和作用，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可靠和高信任度的一个具有实用性的一个技术。这些机制是有所不同，他们是跟他们那个技术适用的上文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包括很多不同的因素，包括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在它的框架之中。所以我们如何设置这些技术需要这种框架才来进行。我们应该能理解问题在哪里，机制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问题具体是什么形式，是如何定义的，拟定和编制相关的那个解决方案步骤了，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方案？社会组织就制定了这个 AI 的定义，是已经有 G20国家，就是这会和是组织了42个成员国家就已经确认了承认的这个原则，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大家承认的一些做法。我们如何能一起参与这个设施，怎么就推动进展？Gustavo。我接，你加拿大来的，你也刚才就是的发言，如何帮助企业设施这些人权和人道框架的原则，把它变成行为？我们只是跟一些企业就进行相关的讨论和争论。AI 是一种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是对社会的一个镜子，可能是一个黑暗的一个镜子，或者是一个亮的名字，也可能是一边黑暗一边亮，因为我们是人，我们都是有很多偏见的，但是我们也人类也是有很多良好的一些性质。我们的对技术来说，我们就是如何就是来判断呢？判断那个技术的发展是从它的实用性作为标准，但是一般的是，它是如何推进人权的那个复制和这个不是一个定量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人类的一些因素，不管是它实用性还是它的经济效果，所以这种利用主义不是这种最合适的这框架，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们要一些其他的那些伦理的原则，把它们做我们的那个定量的标准。
这个要超越这些经济性的标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能如何把这种评估加入我们的那种能力和人类的那个依据性我们的价值观。当然利益相关者把他们加入是比较复杂，因为利益相关者就是很多元化，很多我们说一般可能一些态度是我们觉得这件事对你很好，但是我不听你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太合适。所以我们要跟不同的企业跟不同的那个社会的代表和机关呢要一起合作，一起进行相关的推论。要的一些方就是可以投资的工作的分析这个问题。有 MTI 的那个媒体实验室，它就是测试很多那些系统，它一直是说你们如何有一些软件，比如说叫Michelle Obama 把它判断是一个男人，所以他们那个数据分析系统不一定是很可靠的。所以现在我就还是比较高兴，企业就是听我们对他们的提出的意见，我希望我们能继续跟他们合作。Mina 现在我觉得我们有点工具，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讨论就是加入那个法律的框架之内。这最要的事情是观念是我们有这个原则，但是我们就是落实这些原则在实践使用的性质不多，因为很多人就是不是在完全就是发挥利用他这些权利，人权的那些权利。这个美国我们有就是一直是不能对歧视的很多就是一些反抗的一些法规，但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们就是属于最基本的那个人权的那个范围的。有一个truth and learning up 应该说你要聪明，你要承担责任，所以你要做出决策，你觉得是一个属于少数社会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不给他发放他请求的贷款？但到目前为止，民主 Facebook 就说他们用那个房子那个租赁广告，他们还做一些识别，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一个非美人，他们就不给你显示相关的是一些广告。如果你是个白人，就是给你显示其他的广告。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偏见的讨论争论偏见的时候是如何用这个做自动决策的这些系统。就是一个能判断的入监狱的是你犯罪的这个可能性是多少，所以你最大化他在监狱的那个时间。就是这样判断
什么时候能放弃掉？这是法国的一个技术的因素，这是另外一个讨论过的路，不谈。但是，如果是那个非美人，就是使用碰用一些因素，这个自动机就是不会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决策。这个人应该把他送到监狱，就是很长时间和比较短的时间，所以他那种形式应该是不是更严重还是更轻一些？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社会的结构的有一些偏见，因为比如说一些非美人，如果他们住在一个住宅区，从他们那就是来判断他是不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是把这个作为基础，他应该送他的入监狱多长时间。所以在美国有那个红线和偏见的是，如果你一直是使用这个有历史背景的这些数据，所以然后这种歧视的趋势会一直是继续存在的。所以如果你不是把这个原则就全面落地和实施，你会一直是继续这种偏见。我就是想借他这种看法，所以有很多的是例子，我们如何不落实我们的那种人权的原则，这个利用的不到位，有很多不透明的那个数据分析，不承担责任，有歧视的。所以我们的伦理和人权框架不足够，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使用和落实这个人道智慧系统体制和法规框架，这个不足。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发点来讨论整个这个问题，是哪些有约束力，有些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在国家的级别，有时在地区的级别，有时多少是在企业的级别要来落实实现的。我们不要就是 copy 的一些已有的那些体制，但是我们要搞善的这些一定存在的体制的适用和，所以我们要在国家的级别，我们的会发现有更多的 AI 的那顾问委员会和我们如何能实现一个好模型，应该是什么智慧型的那个原则。所以每个国家要编制一些治理 AI 的一些相关的法规和他要考虑到如何我们的存在的法规是怎么适用的，他对 AI 的这个范围和，所以我们要看如何推进我们的想法到一些那国家的那顾问委员会，如何就编制一种法规框架，考虑到一些关键的问题，特别是政府如何用 AI 在他们那个健康卫生、治疗医院和一些是和经常影响社会的一些模式，所以我们就看那个落实时的标准应该是多少，在特别是在发达的国家中我们要这个，但是
在发展中的国家就是他们就没有充当的那个资源，所以我们有一些就是专用知识的一些中心也提供给他们的这些相关的比较高级的那种咨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是终结，就是如何进行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看谁应该实现的这个框架，我们现在给大家都是宣示一下我们的一些变组和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很有趣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输入了之后就不知现在是要看谁这个AI 专家，第八个专家就是那个 AI 系统如何跳跃我们那个专家和伦理方面的那个鸿沟，就是不同利益相关之的角色应该是什么，他们如何能合作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现在我要谈谁应该就是谁行为之应该是谁。我们现在看我们这里的今天那个温度是多少啊，他们说是企业应该是和政府是最承担最大的那个高的责任度，第二是那个技术产业。我们现在要讨论为什么技术产业应该承担这个大的程度的责任，要没有有人来愿意来介绍这个问题。我觉得虽然认为技术企业技术产业应该是承担责任，因为是他们是在操作这个 AI， 所以他们就是有具有最亲密的知识，这个AI 就是怎么操作怎么使用。我们现在就说怎么优化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就是把数据作为我们的那个讨论的重点。Tesla Code 就是原本就是Tesla 公司的是叫的对他们的工程提一个伦理规则啊，他一定回答了那个问题。但是说所以他就说我就很尴尬怎么不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我们的事应该是什么种选比一些我们有这个伦理道路的一个轨道系统，但是这些工程是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们缺乏了解技术如何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多工程师就不是充分的了解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果了解我们的理念和愿景和什么他们都学得很上心。但是我当时是我自己是工程师，但是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人谈这种伦理和人道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工程师都应该具备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全面的理解。所以你应该知道谁和如怎么样和推进这些 AI 的这些问题。我认为在定义各方的角色
可能就说我也是就把 IEE 的那个工作接起来，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那些标准技术标准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制定的标准是一定遥远超越我们就是近技术的范围，而且是他们就是一定朝那个如何尽力和制定的推动一些事情，所以可能要把很多其他的因素就是输入这种技术标准的自动。我昨天的时候也参与一个论坛，有些人问下一步是什么，从这个原子和这个法国是从这个出发点如何就是进一步的是推动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在所有的级别人类要加入，是在企业的级别，在社会的级别政府的级别，全部要把他们包容起来。我觉得这是当时说很少人说我们要一个确定问题在哪里，制定一些解决方案，在一个一定的有限制的范围内，然后看效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是从这个出发点要推动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讨论那些工程师的角色。我觉得有三个就是有意义的那些人，有领导，有记者和有投资者。因为我昨天没谈到那个融资，我要谈那个leadership 企业他们的这种智慧型，他们是负责 AI 的那个开发和怎么用的。有些人就是说那种多样化，也是讨论那些包容性的问题。如果不是他们就一直是进行这种的争论，如果他们不是推动这个方面的争论，就是要做一个榜样的例子，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很高兴我们的那个 AI 和合伙人就是三分之二的参与者是女生，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组织是这么多元化的一个组织工作过。他们就觉得我们只是领导层都也是在这个做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就是从上往下我们都做这个。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考虑谁没参与这个研究谁没有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理想观者参与的话，那这个结果会这样。所以我们就一直考虑从这个角度要看这个问题，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是有责任，是可靠的，信任度有多少。所以我们刚才是米娜也谈了这种对犯罪的那个预测的这个工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谈了一些中小企业的那个论，因为中小企业是我们那个创新的引擎，所以他们也要获得利益，他们的那个时间底线，当然是有时候是一种障碍，对一个比较充足的讨论的人权和包容性的所有的这些问题，把这些因素加入这个技术的发展和开发。是你刚才提到了啊。
说到这个记者和这个融资人啊，那么实际上我们昨天也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了一个，就是说首先说到这个使用的人啊，那么他这个地方好像我们不是那么重视他嘛啊，但是我们说当然了，我们就是说有些大的这些公司啊、企业啊，他们的确是用作为一个大的一个用户，但是说这些所有的这些普通的这种用户的话来讲，用的人啊，那么他们我们好像是没有说那么重视他们，那么对问题就是说，我们事实上作为这个真正的一个使用的人，就是一个个人的使用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承担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 user 来，我们的要求如果是有所改变的话，那么我事实上我们也是说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么这个 user， 我们也应该是承担这种责任的。那么也许就是说这个公民社会这块啊，这些公民社会或者说这个科学家们，他们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可以做更多的这种研究啊，然后那么不光是你所，当然了，就是说这个记者也是很重要的了。那么就是说那个我们做这方面的，我相作为一个相反这么一个方向这么一个融资啊，那你当然你说的作为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如何来对应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个研究啊，或者是包括你这个对这个融资这方面的这种事情啊，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说讨论这份，说明这些问题是有问题，我们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啊。那么谁是这个真正的是把这个事情提出来，那么做不了那么当然就说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说这些事儿，也有很多新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说真的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企业把他们给推动起来，使得什么真的是这个找到这么一个真正合适的一个融资的一个过程，那么事实上一般的这种企业它可能是说这个这方面这一种正常的这种融资是一这个方面，另外我们可以找一个其他的一个捷径，可以把它给这个适合我们这个社团的需求。还有这个反应吗？这刚才说到的一点，就是作为融资这双方面，那么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吧。那么今天我们说到人工智能的这种特征的时候，我们说到了，那么真的是刚才讲到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整个的这种融资机制中，我们必须要把它这分成不同的这种类型。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说到这个技术的层次，技术方面吧，我们这个经老大想到一个，那么很多的这种企业或者说是这个政府这方面。但是这个政府本身它也是期待这种跨领域的所有这些企业做一个真正的努力。我觉得不是说每一个企业它都是说能够找到自己的相应的这种融资的这个范围。那么我们事实上呢，要找到一个真正一个可持续性的或者说一个透明的这么一个模式，而且我们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经常提到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人权基本法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对所有的企业呢，应该有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只在最基础的东西，他们应该是能够走到一起，而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找他们之间的一种协调，那么才能够使得。他们比如说我们就是要有一个社交媒体的这么一个委员会吧，就是说这样能够对他们进行一个真正的定位，或者说是对和他们这个做某些问题这种对应的时候呢，可以真正的要求他们做到一个透明的情况。好。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所强调几件事儿啊，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说只是这些工程师们他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那么我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就是说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工程师他当然要负起他的一个责任，但是也有一个从下到上的这么一个责任的一个事情，那么有很多的在整个的这种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啊。
因为事实上我们就是说他我们的面临的情况不光是各界的参与者，而且我们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跨界的这么一个问题了。那么如果就是说一个医院的话，他如果是他这个的有这种这个传染病肺炎的时候讲的，我们必须要把他们都做一个处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说可能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说有的人说啊，我们这方面我们啊没关系，没问题，我们不用去把它给它做处理了，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答案就是说很简就是一个例子，很简单了，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行政中不是说工程师他们来做这些事情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体系之外的这种社会的环境，而且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人比如说在这个中国和这个美国的这个他所有的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人如何来做这件事情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社会的文化的这么一个不同的这么一个整个的一种结构，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各自有不同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研究情况下那么这个做这个 CEO 这方面的这个调研的话那么可能是就是说80%的男性，20%的女性。如果我们是做一个整个的一个公司，我们如果是把它根据西方的标准做一个平衡的话，那么事实上呢是不是我们强调这么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价值来强迫给别人呢，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正根据数据的做出一个决定？我觉得所有的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对话的人应该想到这一点，事实上应该就是说走到这细节有一个深度的这么一个观察。我们不是说只停留在表面上，就是做了一系列的原则那么如果是人工智能真的是比如说用在一种这个对于这个健康卫生的这种病症的针对上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把这个对话应该把它给在一个另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是的，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治理上如果我是一个工程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一个需要去知道一些法律法规，知道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特点，这个对他们可能是要求太高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呢就是说我们选择了一个职业可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没有这个应对这种这么大的要求的这种能力吧所以说我们就是做到要从一个治理的角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的刚才说到这个跨领域的事我不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人专家，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有些原则是专门是一种责任的原则事实上从传统上来讲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了，但是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他越从传统上来讲，你越有地位越有权利，你就负的责任就越大，在一个家庭里也是这样吗？是的，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一个所有的参与者的对话那么这件事情是跟大家都相关的嘛，但是也同时也像一个环境变化气温升暖情况下，它是对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必须呢把这个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那么现在我们说到人工智能那么好，事实上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找到自己的好处和利益的，那么这个情况下那如何有一个真正的共识的解决方案？刚才你也说到关于记者，我觉得是我认为作为这媒体上那么是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责任是有分担的，如果是有些企业它可能应该是在这个人工智能上有更大的责任，他们也应该做更多的这种的融资我觉得而且他必须要是更多的想到一些道德意识道德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但是其他的一些公司可能对他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我们事实上是作为一个
宗教的考虑，或者说一个社民组织、社民公民社会的这种考虑啊。那么从原则上来讲，我觉得谁负责，这个责任，这个原则肯定是在那儿的。那么我们比如说在非洲也好，在美国也好，美洲也好，那么事实上，他们是这个整个的思想的这种过程中，那么我们可能是说从这个对人工智能得到的利益多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这种责任。我是尼日利亚的一个 hub， 一个聚集的点的这么一个小公司。那么我觉得是一个在整个的这些农村地区，我们事实上，要把他们也带到我们的这种地区性的一个网络的中去。那么我们如何是把这个农村地区的这种人口带到我们这个网络前进的过程中，那么使他真正的享有这种互联网，享有这个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没有，我是这个丹麦人权组织的工作。我们事实上呢，就是说在经常讨论一些对这数字进程度人权问题的一些影响。我非常同意 Peggy 和其他人说的话。那么人权是肯定是说应有能力来这个应对这些问题的。那么事实上今天我是真的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啊。但是还是想问一个问题，问我们的这个嘉宾，如果是说这个人权的这个，很多的社工方式方法啊，能够真的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事实上很多这个是技术的发展是可能对人权问题也有极大的影响，你们想到没有过？那么你事实上如何这个使得我们这个利益相关者，或者说其他的这些，都的他把他们。真正的带到一个发展自己对不同的情况下的这个人权的保护的这么一个意识，是现在回答，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说下一圈？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个只是刚刚的还有两个小时啊，不是啊，我们就两个小时，我跟大家开玩笑啊。那么事实上就是人工智能，我们这个大家谈到了这么多，我觉得说我当然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所说的这些，我们也必须有责任的。那我现在就欢迎 Qualo， Qualo 啊，这是 Qualo 啊，这是这个未来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专家，这是一个他的项目有个项目叫做这个人工智能与人类啊，今天这个今天下午他会这个还参与我们的这种讨论。你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器械啊，这个机器啊，它事实上呢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 Yashley， 他是这个一个教授把他给发明出这么一个机器。那么它是有表现了所有一个数字化的一种功能。那么事实上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翻译的这么一种能力。那么我们自己在这讨论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吧，它会把这个做一个总结，所有的这些我们这些意见吧，作为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讨论。那么这地方事实上我们问这个 Qualo， 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到底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事情，给他这个做总结。Qualo， 你说话吧。那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段讨论，当然这个整个的讨论使得这个所有的企业、所有的这个科学家、所有的公民社会来这个讨论我们整个的这种建立一个框架的这么一个的，我觉得我们这个讨论最后能够真正的建立一个框架的条件。
我觉得就是说这首先第一个词我们想到的就是说一个系统啊，我们如果把事情做好的话，我们就要把一开始就把它这个做对了啊。那么这个人工智能事实上呢也包含了很多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涉及到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这目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讨论吧，我们比如说这个要探讨人的这种行为，探讨这个整个积极学习的这个体系，它不是说这个真正的这种人工智能的体系，而是我们来去理解这个人的这种思维的方式，那么所属的这些在一个社会环境中是如何进行使用的一个应用，那么然后我们这个的收集的这些材料之类，我们能够认证出它一个模式，那么事实上我们不是说会把这些只是关注到一两个方面的，我们会有一个总结性的。那么就说我知道60%的这种真正的这种思维示范方式呢，我们是做一个模式性的思维的，我们做一个模式性的这么一个训练。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这个把它，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种过程中，我们会知道是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跨政府的这些机构吧，他们是不是从这个语言上进行一种真正的一种他的这种障碍的克服啊，完了，谢谢你。那么这可不是作假啊，这不是这个做出来的啊，它的确是真的。就我们刚才总结的一切，他真的就是做了这么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这个在我们这个大会上面，这个网络治理大会上他做的。那么事实上他是这个用他这个我们这个他是事实上呢，他这个所选用的这个声音，它是一个无性的声音，它不是说一个女性或者男性，它有个这个是我们那个设计师，这个艺术设计师来做这么一个选择。你们要想这个知道，还想知道这个小机器人的特点的时候，咱们下午他还会在场。那么这个他，而且在网络上他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好，现在就是说我那个再给跟大家说一下，我无论如何吧，我想这个可能是有我自己有自己的这个重点，那么大家呢是也提到了很多别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人权或者说一个道德的一个框架条件，是非常这个重要，而且它已经存在了，就是说我们不必说去再去重新做一遍，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再把它得以实施。那么我们得说我们得问成功是什么呢，所以就是成功我们是也问到社会上的成功是什么，人的成功是什么呢，而且我们如何能够大家去使得成功，而且就是我们并不仅是说一种利用的概念，我们应该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而且你们的机关或者机构里面有不少妇女，这也是很好的。那么就是后来就是沟通者，就是公关工作者和记者，他们是不是在发展中国家有没有这些知识可以利用这些工具，那么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好更好的工作，而且中小型企业的作用就是特别是创新方面的这个作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也是在那么这也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谁是跟上用户，所以就是不谁给用户提供训练呢，谁提供用户的培训呢，确实就是这种多边的讨论和就是多边的对话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如何可以学习和就是借鉴经验，
也可以借鉴他方的第三方的经验，有不和我们不同知识背景的人的经验。好，那么就差不多。就是这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就是它发挥作用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参与的人员，就各国的代表、各国利益相关者都可以互相无偏见的借鉴经验，我们就可以创造人类的一个更好的生存的地方。我们现在在这还有不少的问题都一直没答复，可是我们。确实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想到的问题还更多，可是我也只能说这次时间也可能不足，所以我们就到明年也是这样，所以就是对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插线，而且就是对于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呢就是在这幕后在这有很多很多工作人员，所以对你们大家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我们的讨论者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好，祝大家日子愉快。那么现在就可以插线，谢谢。